请孙主委。请孙主委。救援长。孙主委，是钱预算是蛮多的哈，表示政府对原住民权利的重视。是。但是我希望您要好好的发挥啊。嗯。哦，但是这个从整个预算看起来啊，今年度好像跟去年度的编列方式做的重点好像差不了多少呢。哎，担任主委多久了？刚刚过一年。刚过一年，上有没有新的作为跟施政计划？新的，之前做的就不要讲了啦。是，我们在我任内最主要是通过了那个自治法在行政院。对呀、啊，但是还没通过啊。在立法院请委员们多通过之后啊，那个自治区里面未来还有自治区的区议员嘛，是不是？是是。所以他的地位是相当的高啊，可能要好几个主或是区要整合在一起。是。你对这相关的这些有没有先研究一下配套，或是可能在哪些区要做整合成一个区，有没有？有的，报告委员。这么多组啊，我是想说这么多组，对对对，到时候你要怎么做啊？包括这个我们那个自治法有83条了、哦、是，就是这一些从他自治区怎么样成立的那个程序哦，怎么样从底下，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等到自治法通过之后再做啦，你现在先预做，就是先预做准备。是是是，因为我看哦，你们这个团队哦，钱这么多哦，有些都觉得有点可惜呢，不太会花呢，真的、啊、不会啦。委员，我说实在的哦，我在内政委员会，你看内政部到最大部不用讲嘛，是原民会、科委会，还有我们的陆委会，陆委会一年预算才10几亿耶、嗯、坦白讲，我不是在讲他多用心的，他跟各个委员会委员联系多密切。但是我看你这个孙大主委好像很忙，忙到，你看我们几个委员办一些活动，你都没有参加，也没有看过你。但有些时候想问你，你那么忙，不敢找你，找你们的助理来，也没有人要来。哦，对对，这个我说真的呢，委员邀请我一定来。不是啊，不是，你太忙了啊。是是，我不会不会，因为国会联络人多派几个嘛，是，好像都没有到我办公室去。我有些时候问一下预算呢，都没有人可以问了、啊。这个我们马上改进。我说真的，我说真的哈，抱歉抱歉。这个你看，这个陆委会才编12亿哈、哦，光这个赖主委他拜托了好几次啊，那、嗯啊、你们好几十亿好像都没想要进了、啊。要过不过，随你大便的感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绝对没有这种想法，包括对对，这我们马上。你是读书人啊，我们很尊重你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读书人哦，这有些时候实务上哦，还是要用心一点。是。这个，我问你，刚刚啊，我们陈明文是委员问你嘛，14组嘛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孔文吉来什么组啊？赛德克。啊，哦，这个赛德克哈、哦，简东明呢？台湾组啊，反正，我们高金美女呢？太阳。杨登福。阿米斯对啊，陈颖啊。卑南，不用嘛。这个廖国栋。阿米斯，哎，那季国栋呢？大概有套过原住民血统啊。不满足啦，对不对？做得不好，你们做得不好，不满足啊。这14组都表现非常好，只有我这个不满足啊。我说真的啦，诸位。你是很斯文的、哦、我是觉得这个书文念的蛮多的，可是光是念书是不够，你知道吗？包文正，我们会努力的、哦。我真的很希望你把它做好，因为总统哦，行政院长今天做这个缺，把之前我们副主席现在都去干副县长的哦、嗯，你应该做的比他更好。可是你上任一年多以来哦，我的感觉直觉啦，是不是太忙了？好像哦，等一下其他委员我想也有其他意见，好像做的好像还是他当教授的工作呢。没有，包员这个一定会把这个形象改变过来了。哦，其实这一年多，我们还有包括原民会，从这个救灾的工作，一直到自治法的制定哦。对。的确是有非常艰苦的过程了、啊。我知道啊。委员如果没有看到，就是一定是我们给委员报告的这个不够、啊。我知道啦。一定跟委员。所以你们预算70哈、哦，你看你们这个14组谁敢删呐、啊？说实在，大家也不敢删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请委员多支持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意思说，编了这么多钱，你不要说没有做出一点成绩出来，那真的愧对其他这些支持的委员呐、啊，而且愧对在那个提拔长官呐、啊，都很努力，好不好？那不只是你本身呐、啊，你还要求，你不是好好我独善其身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，对不对？那天孔文吉还说要请你过去参加那个是是是啊雾社事件，你还跑到我已经跑到日本去教书嘞，还去教书啊？
没有没有没有、哦、那天的确是在我教书不是不好啦，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记得你既然是主委啦，好不好？有有有哇，那如果说你真的没空，或是说你真的很忙的话，你要要求你下面的处长、相关的副主委、相关的官员啊，是，要一定要赶快要接，就是说你的工作没有做好，他们赶快帮你打点好嘛。你不能说，反正这个预算已经会通过了，那这样的话，那会离我们的期待越来越远了。我们一定加强这样的联系，好不好？是。哦，主委，现在这次赶快再提醒你一下，下次我们再讲，如果再觉得好像很多不满足的地方，那我们可能就要讲话就要重一点了。好，哦，虽然你是教授，但是该骂的要骂了哈。那个问你一个问题了哈，我们编列七多是关于振兴啊原住民语言振兴的六年计划嘛哈？是。那执行成效怎么样啊？大致上我们原民会关于那个教育文化处的主要的工作。最主要还很大一部分跟语言振兴有关呐、啊。对。那这几年来，无论是那个原住民的书写语言的书写系统哦、嗯，还有我们的主语的认证，对啊，认证的比例呢？教材的这些，现在通过了，通过了，通过的比例已经有六七千。现在哈、哦，六七千通过了，这样是这个数目整个成绩还算不错了、哦、是不错。现在一个重点就是说、嗯，你认证通过之后呢，你要配套，就是说。通过我要干什么啊？是，要诱因嘛，是不是？是，不是说鼓励你啊，赶快来、哎、这个母语要学会啊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学会之后啊，你要帮他找，讲实在一点嘛，嗯，他的发挥的空间，投入嘛，是啊，不然的话，语言这东西你不用又忘记了，是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你要赶快、啊，因为现在你也知道，我们台湾现在啊，除了高科技之外，其实台湾现在最重要就拼观光嘛，是不是？是。观光客倍增，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最大的生路出路就在观光。那观光对我们原住民食宿主来讲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，你只要你会运作的话，很大的一个市场，非常大。看你怎么运作嘛，你到澳洲，你到加拿大各国去看那些原住民，人少啊，可是哦，你去那边一定会去看那些原住民的表演。是。那你说我们这些陆客啦，日本、韩国来，有没有看我们原住民的表演？你有什么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呢？诸位你知道吗？这些都要准备啊。这方面也都在跟观光局做一些结合了，包括在台东结合很重要啦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把内容啊充实好、啊。是，多元嘛，我们有十四组嘛，各组的文化哦，各组的特色，各组的长处要拿出来嘛。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资产，你看我们现场是六个委员啊，就只有两个同组而已嘛，那其他不同组啊，那表示这个文化相当多元。台湾是相当丰富的一个多元文化，是。可是你当这个主委，你就是要把这些文化做一个整合，还要发扬光大。我们现在也跟着这个文化创意产业这个发展哦。对。今年我们也做在整理队伍了哈、哦，就像把它跟这个观光局也好，跟农委会能够做更多的这些合作。其实原住民有很多方面的一个天分、哦、还有乐舞了哈、哦，包括那个影音产业哦。对呀、啊。现在也是列为我们下一个年度蛮重要的发展的。这个、因为现在我们第一线的歌手很简单呐、啊，你看哪里长处就发挥啦。对。这东西哦，差的地方没有办法。嗯。哦，那我们就尽量少犯点错啦。就像比较不好的文化就尽量减少嘛，像酗酒文化嘛就尽量减少。这个我们在推动的酒、哦、不是不能不喝，不能不是不能喝啦，但是尽量少喝嘛。听说你酒量不错是吧？不好不好、啊。你也没有请我喝酒。下一次请我。酒不要常喝，但是呢偶尔是没有关系的。但我的意思说，酗酒文化要把它降低啦，因为酗酒会降，除了身体会变差之外啊，对，那其实坦白讲了、啊，会整个活动力会减弱了。对我们为整个族群的活动越减弱，解酒运动很有成效。对对 对，这个东西哦，我的意思说，如果说那些比较觉得对身体有伤、比较不好的文化，慢慢把它减少。是强项啊，尽量发挥嘛、嗯。像我住的地方，哦，我住在大肚山那个台东县的大肚山上啊，那有一个叫世珍国中，你不晓得晓不晓得？有没有去过啊？是。那里面的那个原住民的同学哦，跳原住民舞啊，到总统舞去跳，到世界各国非常受欢迎的，你们都不知道我们有这些宝嘞。有知道啊！哇、哦，我看那些同学在跳舞，我都非常感动。是跳非常非常好。是可是啊，因为啊，他散居在这个汉人的这个社区里面了，即使他们平常也难得有时间做一个，好像是说，除了利用学校啊那些资源哦，或是学校一个地方，其实其他也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加强或是练习啊。
像这种、哦、原住民、哦、原委会应该多多来关心。有我们对那个大专青年的这个乐舞的、这个、不只是大专青年、哦、我刚才讲的是国中开始、哦、你看、啊、那些表现好的啊、嗯、跳舞的唱歌的对不对、嗯、原住民舞蹈的他那些天才天分是要从国小国中就启发啦、啊、到大专就来不及啦、啊、我们跟这个青少年有关的也相当多这一类的设计啦，包括那个族语的戏剧的表演啊，那个比赛都是全国性的。对。然后我们也有青少年的成长班，也注意这个面向。对，体育。现在大的问题是怎么样把它整合起来哈、哦，让它的那个力度能够加强，这个是我们要加强的。所以主委，我是建议你说，因为其实我们这相对跟其他的委员会的预算是很多的啦，说实在的啦。那你不要说暴殄天物这么多的预算，然后做的又是跟以前都差不多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浪费掉了，那一点意思都没有啦。的确，哦，这样的抹菜哦，就大家都用这么多钱来，希望我们原住民这十四族都能够发扬光大，而且其实也是我们台湾很大的一个资产跟特色。我跟你讲，这是资产呢、欸。是，的确，这真的是资产，很。这么小的一个台湾，有这么多族，这么多元的文化，而且这么多的人才，是很不容易啊。是啊，你也有幸担任到这个最高的原住民委会主委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好好把它做好、哦。我是对你期待相当高。我们这次也参加这个那个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这个啊，不只是你本人啊，你也要求你下这个辖下的相关的这些干部啊，是哦，要积极一点啊。要积极，不能说以前怎么样，要积极一点。会，尤其我们内政委员会这些委员、原住民，哦，这些推举出来这些优秀的委员呐、啊，你们要加强的联系嘛。是，哦，有，一定要加强联系，不要说那里没有做好，那里也没有做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哦，那就枉费大家的支持。是，那个教育部那头目啊，说爸，你对这个有什么意见啊？头目要怎么解释呢？他解释什么？帮派说你大家都很火大啊。那、啊、你看头目应该怎么来称呼比较恰当？头目这两个字，我还是觉得原住民各族对自己的领袖哈、哦、有自己的称法了。对，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都回归到。好，那放假呢？你看内政部说十四族自己找一天呢、啊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已经调查成功，就是到下个月也会确定，就是每那要是真的十四族每人放不同天呢、啊？那这样对，就他们选要不要尽量整合一下？大概蛮难的。蛮难是，对，蛮难的，因为每一族的这个风俗习惯。那这样呢，我们要跑脱了，就要跑十四。万一我们县里面有十四族，那每天每放假那一年至少跑十四脱了。委员，这个在文化上会更满足啊。哦、这样子了哈，那就不会变成不满足了哈。好了，谢谢。谢谢。